离了皇帝，你就不认你的子绿哥哥了吗？你都干了什么？我干了我该干的事，不过放心，一切都很好。皇帝舅舅在哪儿？我父皇很好啊，他依然在侍前殿。 安心养病。你想谋权篡位？阿武妹妹，我只不过是替父皇平定奸臣王令的叛乱。我父亲叛乱？王令的野心，路人皆知。就连阿武你自己，不也是他夺权的棋子吗？我父亲在哪儿？他们已经送去诏狱。 好生款待了。他们还有谁？皇后啊，子龙啊，你的王室家人，哦，还有谢氏、诸侯氏族，还有所有要阻拦我的人都下狱了。子绿。 我怎么不认识你了？你不认识我？你们曾经有谁认识过我？你以为你暂时掌控了宫中和京城，你就得到了一切？没有，待豫章王剿灭简宁王之时。 他一定不会让你胡作非为的。萧齐，好啊！如果真有这一天，我倒是很好奇，阿武妹妹，在战场上，杀敌无情的铁面大王，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吊在城楼，阿武，你告诉我，你说他是会选择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杀？ 还是缴械投降。我若真成为累赘，宁可自刎于天下，也不会让你。